我今天来指南宫还金，然后顺便再求一个发财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婆大人的频道，我是老婆。我们今天来南投的露营区露营。你们知道南投最著名的是什么吗？看我身后这片茶园就知道啊，当然是茶叶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免俗的，当然要来品茶一下咯。其实不会品茶，露营区啊，它才短短经营3个月，听营主说已经是场场爆满了。究竟这个露营区有什么魔力呢？想知道哦，先帮我做订阅啊，等一下再带你们看看。那我们先来下装备咯， Let's go。哦天哪，大人吃这些零食，然后还配汽水，你看你看不到。我啊，姑姑啊，来来来，泡茶给你喝啦。好啊，什么茶？哇，你看，哦，俺团长呢是要啥啦？拜天公哟。什么拜天公？难得来喝茶，当然要满满的仪式感啊。有什么？金萱乌龙，喝看看这种乌龙。好，里面是整颗茶叶，要还是要泡了才知道。品茶一下，大人。用心做好茶，放心喝好茶，新茶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神游哦！大人，哎，这茶袂歹啉诶，好啉好顺喉，搁有淡薄花香的味，袂歹。这是很多品茶师严选出来的好茶哎，而且还是自然无农药的。安尼上自然啦，不错哦。满山满谷的都是茶，这一整片都是乌龙茶。然后这个地方啊，晚上就是夜景。哦，这边是大安竹海，就是有超多竹子的。竹笋，看打把手没有看过竹笋。真的？烽火台看那么多次啊，都不会用，放反了啦！放反了 ，perfect 完成。哎呀，弄个蛋来的。好，弄个蛋来。好。哎呦，我只差没砍柴而已。好了，这样就好。好好玩哦，多放个几根。炒饭，今天好料是炒饭。再来，再来，再翻。哇哇哇！跳起来了，跳起来了！哇，粒粒分明。对，哎，还有，
哦，中华料理。哇，这个！既然人家说我们抬，我们就给他抬到底。我儿时的回忆。哇，超赞的！哇，有这招。哦，一怕接一怕，臭豆腐。哦，好想吃哦。哦，人家肚子很饿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滚久一点真的会很好。那你刚刚给他滚很久了吗？然后就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。很惨的仪式感。哇，砂锅哎。好臭哦，超赞的。没有啊，吃素都是豆腐嘛，还要素。哪有？还有菇，好不好？吃素的食量很大呢哦，锅接着一锅拼命丢。每次露营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候，大家要细细品尝啊，对吧？早安，啊，我吃早饭早，啊，阿公到那个吃早饭到，看麦，哦，有人早起已经在煮早餐了呢，哈！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啊，我要先去刷牙洗脸了。睡到现在。啊，今天这些啦。你的西式早餐。也配个茶好了啦，喝个茶。好像还不错哦。清香四季春，一块。香哦。香。茶叶香啊。废话。茶叶不茶叶香，先泡一些，然后我们加一些冰块。好像没办法喝冰的。我平常只要喝茶，我就睡不着，闹钟就忙睡。欸，很奇怪哈，人家说泡老郎茶，老郎茶好像喝茶大部分都是有年纪的，年轻人都在买手摇饮，就很奇怪哈。茶平常就在我们身边啊，奶茶、柠檬红茶、养乐多绿茶都是茶，像这种就是年轻人的茶。对啊，你若来露营，像这有无？这内底有十包冰的、烧的，拢会当。它可以冲很多次。对，它可以回冲差不多3到4次。我只是想说这个很方便，茶泡一泡，我就可以做手摇饮给我儿子。对。你看，茶色已经出来了，哇！冰块要加里面啊。嗯。好了好了，这个其实冷泡的时候是直接冷泡，然后你冰在冰箱，然后隔天冰冰凉凉这样子。对啊，你们看啊，哦，整个叶子里面都已经开了。十块十块，小心要卖哦。喂，妈，我阿荣啊。阿荣，一位出外认真打拼的8+9。阿荣啊，我有寄一个，你阿要等下给你啦。啊，这是用银杏杏仁茶做的啦，无糖。哦，啊，你有心脏病、高血压吼，饮这较健康啦。哦，我知。你有闲啊，放假就要赶紧回来哦，哈。哦，好好，我知我知。啊，祝你母亲节快乐哦。好，好，再见。拜拜。这地址真的很难吹，不过身为一个专业的外送师，使命必达，为了阿玲的孝心，走国北。应该在这家没不对。哎，哦，吹到吹到，哎，请问你是阿玲的妈妈吗？恁囝有叫我来外送一阿礼阿礼，互你，互你送过来哦。系啦，阿姨讲哦，母亲节快乐啦吼，诶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谢谢你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我要先来走啊。谢谢哦，辛苦你，帅哥。拜拜。
好，嗯，这个看起来这高级，哦，这水啦，真感动，嗯。来跟大家介绍露营区，这个露营区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茶语露。这个露营区小小的，它不大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的露营区。带你们去看看它到底有哪些的设施。Go！ 一进来大门，它大概就分成左右两边，每一个营位都很大，就是你看到我身后这边。在营区进来的左手边，木头的雨棚区，这个要搭帐的啦，微风徐徐，然后它是直接面对茶园。中间这个位置呢，也就是这个露营区的精华地段，就是我们搭帐的地方。露营区很特别的地方呢，它有两间，只有两间哦。像你现在看到的合掌屋，大概就是一个双人床的大小。所以如果你不想搭帐篷，这个我觉得也是蛮赞，但只有两间，要订要快。Go！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啊，它不是小木屋，它是厕所、淋浴间，很大。它的水很热，我很重视的就是一定要水非常的热。正面有三间，背面还有三间，还蛮多的，因为它营区不大。这里有三间的洗手间，背面一样有三间，而且里面一样很干净。戏水池它的高度大概就是在大人的膝盖的地方，所以小朋友来玩基本上可以玩得很尽兴。戏水池的对面就是小朋友爱玩的沙坑，而且它的道具你都帮你准备在里面。还有一个我跟大人都很爱的溜溜，很多溜滑梯都是骗人的，不会滑，不要卡住了。我跟你讲，它真的超级滑，攀岩消耗小孩子体力最好的设施，爬上去溜下来，爬上去溜下来，爬上去溜下来，小孩就累了，就乖乖吃饭了。很赞，能望着一片茶园醒来啊，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们准备要回程啦，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